Venga.这样吗？啊，我对你挺好的哈、啊，为什么姐姐一回来你就变成这副模样？啊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没有虐待你啊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，真的很夸张，你们两个再夸张一点。 亲人，你怎么那么黏人？嗯，哦，这样子哦，啊哈哈，好可爱哦。哎，怎么会有人选他？对啊，我之前他应该一个人。哎，我们去。